Hello， 大家好，瑞丸です。好，刚才已经把五周年的果汁大拿出来用了吧？极限在接近之后，那么这一次就轮到我们的 Vegeta 呀，卡克。然后极限上来之后的能力基本上就是跟果汁大是一样的啦。那么这边就只稍微提一下啦，在潜能点这一方面呢，我还没把它完全改到完呐，但是就给了他一个我手上最珍贵的技能力啊，连击四彗星舞，这个对我们的北极都来说，这个是最强的恩物了，我只能这么说了，非常非常的棒，因为本身就已经是很会连必杀的嘛，再配上这个的话，那么可以连得更多。好，就是这样，最终的结果目前是15连击跟25的彗星，然后因为上一轮果吉大那一边打得有点不尽兴啊，所以这一次就挑了红区的 Cellumax 来打啦，因为它比较硬一点嘛，应该可以比较撑得久一点，然后主动技也比较好去发挥，然后这边也把这个之前说过了美吉豆单独的这个队伍头脑战给组出来，那么这边就来尝试一下吧。さて、行きます。さあ、行きましょう。OK, nice, 我们的 Vegeta 一进场就出来了。这边的话我应该会先给他们一个 Wish 啦，因为要过渡嘛，这边来看一下齁。初登场有一个 50% 防御辅助，17万的防御力，然后因为没有适合我们 Vegeta 的 Supporter Member 力嘛，所以这边就没有带啦。只有连套两个，那么这边的话我打算这么个排法了，他跟我们的这个比克拉齁还可以再多连到神兽语的那个力量，跟头脑战比较棒一些些。好，那么这边就直接来了，吃一个 Wish， 这个是肯定要的。这个样子，那好啊，这边有一点小可惜排不到超必杀，不过没关系。反正不管是超必杀还是十二期必杀，在这个阶段同样都是用来叠攻击用了，所以问题不大。好的呀，好的好的。然后等一下的话，然后就花一点时间让技术的那个 UL 技能被移到这个顺位，然后跟我们的 Vegeta 同台这样子了，需要一点点的时间了。OK， 70%减伤绝对是门台纳斯。さてさて，来啦，449万，没有开到超必杀的关系啊，所以火力在最初感觉好像没有火力大那么猛，但是因为25点的彗星的关系，死啦死，来，15点，您的15点彗星，15点连击竟然不触发，然后本身的超高确率也不触发，这个真的是让人感到有够伤心的。不过没关系，他比果吉大多了一次叠攻防的机会啦。好，这一边的话，就这么个样子，上去，叠好叠满。啊，这边的话就尽可能的多留一点点的阻止好了。攻防上升，攻防上升。这边应该是可以被打够五下，然后又有70%的减伤呀，这两个五周年这样拿出来用啊，实在是有够开心的。斯巴拉西，哦对呀，太好了 ，nice。OK， 这一个 Cellumax 比较硬的关系啊，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玩。OK，nice。然后轮到我们的比克，好的好的好的，这样子，哈哈，有够爽。Yes， 40%减伤，门带呢 ？OK， 反应到了，没好没好，有一笑，我们的美吉豆的连击一如既往的不会让我们失望。有一手，有下。OK， 这边的话还有叠攻防的机会，那么这边就继续的叠下去了。
对，这个样子。这一 round 的话，35万的防御力，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到。这边我就不开道具了，先给他碾过去好了。因为基本上30%减伤算是还蛮够用的。大战士的突击，无人入口，然后50%的幅度。等下我们的 Legito 开了必杀之后，就会比较硬一些啦。毕竟多了50%就不一样了。OK， 11万，完全干得过去 ，Nice。铁齿鱼啊！哦，终于超必杀502万，只不过这边连结不是太理想了。等一下要等到连结过了。另外一个 UO 的技能被，所以啦，连击，来防御力上升，然后还有15点的连击，再来多一发。OK， 这样子的话，总数到来是叠了3次的攻防嘛。3次的攻击收力，这样的话就接下来的火力非常值得期待了。好厉害！次鱼啊，好次鱼啊！哎，这个爽了，呼呼！应该是会有一个4轮必杀，然后等一下这样打这打这啦吼。应该就是可以顺利的让血量压到50%以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开主攻击了。上一轮果吉他开不到，实在是让我们后背送，所以这一轮绝对是要的啦。好了 ，OK， 问题那是。那么这一边的话，就希望可以比较控制一点，不要打到太夸张。所以稍微发挥一点点就好。43万、27万跟35万，这边的话，我看应该是不太需要开减伤，应该是扛得住。叮，竟然给我来个新的 Lisa 要挟哦，可爱呢。20万，没什么啦，没什么吧，有。不愧是 Thank you 的超强战队，没有？好的呀。攻防上升，攻防上升。好的哟。好。又来过一发，不过没关系。全属性盖倒，再加上开的必杀，硬邦邦。真的是有够硬，然后轮到我自己的这一个，等一下的话，我是考虑把 UO 的技能被留着啦，先看看情况先。你血量不是很理想，所以等一下就看当下的情况而定。硬到爆！杀，起大，要杀！これがレッジとブルーだ。かっけえ！前面有必杀哈，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倒了。必须要让他远离，因为我们的防御力不是太足够，血量也不是太足够。35万，然后出变身18万，然后24万嘛，连接全满。杀这波这边卫士肯定要开的，这个是没办法倒。敌人的血量其实有一点点的低了啦。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刺掉这边比较好。好刺主哎，那阿紫咦，都死了呢。前面其实我不太想要让他开到太火爆了，可能就这个样子啊。那么就不过没关系，这边是开得到草地上，连接全满，对，いきます。这边的话70%减伤再加克是问题的。好的呀，
579万，哦吼，那那个绝对是不会有造成很大的输出吧，应该是。OK OK， 差不多压到这样子就好，不要让那个太过 over， 不要太过 over， 要留给我们的 Vegeta。OK， 750万，杀 ，punch， 哦吼，死机。653万，再来 ，Yes， 奇摩机，不过这样子好像被动没办法叠满嘞，等，有，再来多一次，再来多一次，哇、塞，四发必杀，被动全满 ，Ora，Ora， これがベジータの真の力だよ，哦，难得，哦，对，第一回合全回避。哈哈，第一回合全回避，我忘记掉这个东西了。等一下，叫多玛德，好像也撑不住好像也撑不住我们的这个 Salumax， 要秀哦。这样子哦，这一边太想要让他开招看这个样子好了啦，不要开招，不要开招，反正这边有 Wiz 嘛，我们过渡过去就好了。然后 OK， 这个也不要开招，所以我就开掉他的这样子，我让他的血量完整的流过去，所以花一点时间。オラに元気を可能な限り分けてくれ。頼む。分けてくれ。頼む。おお、来た来た。これがなんとか少しでも時間を稼ぐ。OK です。这样子的话，就問題なし。然后两颗珠。嗨，有有。这样只有一张特殊的角色出刀早嘛，問題なし。不过对，哇，你干嘛会你干嘛会心啊？混账！55%减伤，全属性干掉，硬刀烂，硬刀烂，只能这么说。等下敌人的血量，敌人的血量好像不太足够怎么办？我怕等一下一发主动技过后，敌人就灰飞烟灭了，多死哦！那如果是灰飞烟灭，那也就火花朵了啦。OK， 给大给大。虽然说连接不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この力よ。58万的防御力，那这个是因为有两个50%的辅助在的关系啦。那么这边移到这边啦，我要。让他吃到超高确定的回避，因为我想要把摆到一号位上去用了。来，来了 ，Come on， 一加一个字。その目に焼き付けておくんだな。これがベジットの真の力だ。ファイナルカメハメハ。ファイナルカメハメハ。哇，配上这个 BGM， 哇 ，OK， 没有死，没有死，哇，1000万，哈哈，这个火力也太火爆了吧，好，那么这边的话，直接吃满足，因为防御力足够的高了，58万，讲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必杀开过去过后，那一个攻防能力会拉到更加的高，呀，杀死个 PsyQ。超高确立，有意思，必杀 ，no， 干，我们的超高确立的传统就是这个样子，普攻全闪1305万，没有到很惊艳，不过没办法，因为连接其实不是它的最大化，杀880万，这样的话就是，妈果然没有几个敌人可以撑得住，没有 support memory。没有好的连接，没有辅助，1300万这个火力，然后再配上那个主动技，刚才三号位嘛，就必定一发必杀，247一发必杀，超必杀一发必杀，然后1号2号一发必杀，然后
他中确立一发必杀，然后潜能减，哇、哦，这个可以打出来的必杀实在有够多，斯巴达西。基本上才两下罢了，敌方就就跪了，完全不行啊！但是有看到主动技，心情愉悦啊！一千万哦，塔诺西，马吉塔诺西太爽了！我们的维吉多，呀呀呀！怎么样，大家觉得 OK 的吧？哇 ，Salumax 完全撑不过他的打击喂，而且那个防御力50出万，就偶尔拿来扛一号位，也完全是 OK 的。当然啦，这边是因为辅助两个啦，100%的关系，如果没有的话，也是有到一个40出万左右啦，其实是还蛮足够的了，非常非常的棒。当然这个火力就没有刚才果吉达那么惊艳了，但是用来打关卡的话是爽，真的是爽，呵呵，太棒了。 OK，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Vegito 的希望，五周年蓝贝完完全全的就是挽回我们对 Vegito 体操贝的失望，而这一张直接带我们要下起来了。好啦，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じゃあまたね。バイバイ。